者吴佩桦台北报道，备受期待的苹果 iPhone X 本周五官网开放预购，11月3日正式开卖。中华电信率先公布资费，最低购机价5800元起，无零元方案。中华电信率先公布 iPhone X 资费无零元方案，苹果提供中华电信 iPhone X 绑约30个月方案，以主流的月付1399元资费来看， iPhone X 64GB 256GB 购机价分别21300、26900元，搭配最高2699元资费， iPhone X 64GB 256GB 则5800、11400元入手，搭配旧机换新机最高现折16500元，选择月缴1399元以上资费，再赠送 FOX 首年免月租。中华电信 iPhone X 资费表格，中华电信提供。此外，五年以上老用户除了购机免月缴，另有旧 i 轻松等优惠，搭配指定方案。若欲等候，用户一年资和等候期间享账单回馈金。